进去进去，看看爪子，滚进来，来，传上去，烫，来来来，过来来，烫好，爪子给我，老子就知道，操。疼吗？没事啊，小小伤口。扎着脚了吧？我一看就知道他啥情况。没事，过两天好。扎脚了，他怎么不叫呢？他不叫的。他这个货你把他往死里揍他也不叫，他跟牛哥干架，他牛哥把他摁在地上摩擦摩擦的时候他都不叫，这个货性格硬得很。还有给他缝针的时候扎不进去，拿钳子往里扎，人家也不吭。地上有啥呀？那篱笆里面，那你